肥肠不脆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今天教你做超脆的脆皮炸肥肠。食材有大肠头、姜、蒜、葱、辣椒、蒜苗、卤包。调味料有辣豆瓣酱、米酒、酱油、冰糖、白胡椒粉，还有秘密武器。首先将大肠头洗净、穿烫，去掉腥味和杂质。接着在锅中爆香蒜蓉、葱段、姜片、辣椒，再加入辣豆瓣酱、米酒、酱油、白胡椒粉、水，煮滚后放入卤包及穿烫后的大肠头，煮到沸腾。再把卤大肠放入电锅，以外锅两杯水煮到电锅跳起后取出。偷偷告诉你，炸肥肠的秘密在这里。姜、醋、冷开水、糖，以1:1:1的比例调成醋水，均匀沾裹在大肠外皮，让醋在大肠表面产生皮爆的效果，再放入冰箱冷藏一晚，这样大肠就会超级脆哦。接着在大肠头中塞入葱段，放入锅中炸到表面金黄，取出，等油温再升高，回炸抢酥，再切断成盘。哇，又酥又香的脆皮炸肥肠就完成喽！大家都打。